大哥，快下雨了，我们走吧，以后再说。啊，走。几十年来的寒冷积水泡伤了我的腿，你们走了以后我又冷又疼，可是我担心我的父母，我要出去看看。当时我发觉我的腿已经麻木了，可是我还能勉强走几步，我发现我的父母已经被你们杀了。封建呢？二弟，小心，让开点。不要紧的，沈姑娘，我扶你起来吧。赶快让开，小心他的剑。不，我要一走开，他就会摔倒的。把拐杖给我。沈姑娘，这把翠凤剑是武林至宝，江湖上人人想要，今后你的麻烦可多了。不关你的事。或者不关我的事，可是他冒着一剑被你刺死的危险还要扶着你，这又关他什么事？爹，您看沈姑娘的腿能治得好吗？她并不是天生的残废，我想可以治。我爹的医理天下闻名，你可以让他给你看看。哼，真是好歹不分。让他去，我不给他医，他的腿就不会好，他的腿好不了就别想杀得了我。哎，爹，沈姑娘不走了，你快给他医治吧。自古只有人求医，哪有医求人呢？好，你替我医。寒气入骨太深，要想复原，办法不是没有。不过，啊，弟弟，啊，我说过，我一定要杀你，我一定要。你敢用计伤我父亲？大哥，天威，不许妄动。沈姑娘，你的武功虽高，可是两条腿不好，永远不是我的敌手。我要想杀你，轻而易举。那你为什么不杀我？我跟你无冤无仇，没有杀你的必要。你不杀我，就别想得到这把翠凤剑。我高允不是乘人之危的小人，翠凤剑你要不怕危险，尽管留着。假仁假义，我还是要杀你，我一定要杀你。仇恨记在他心里头实在太深，一时无法跟他说明白。沈姑娘，你要冷静地多想一想，如果有需要我的地方，随时来找我。走。